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ke 大叔。那今天就来到永和巷子里的晋山西刀削面，它就是在这个行南鹅肉店对斜对面的这一家店。好，那有粉丝许愿说希望我拍这家店，那就拍这一家啊。然后这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然后大概最贵的牛肉面就是120，我觉得还好啦。哎，老板你好。那我要一碗那个番茄牛肉面，这边吃刀削的。螃蟹可以看到，就是用这个面团，用菜刀实际的削面条下去了。全这家面店现在已经开多久了？老板很专心的在削。好 ，OK。汤头感觉好像有两种。好，那近距离的拍一下啊。全这家面店已经开多久了？老板还是很专心的 ，OK。这里开多久了？3个月啊，好。好，那我刚镜头没弄好，不好意思。好，这一段重来一下哦。那里面外面有四桌，大概可以坐，应该可以坐20个人。好，那这个是价目表，刚外面也看过，就是很亲民的价钱。里面就是还有这几桌了。哎呦，这里面的画也蛮好看的。就是在这一个红豆汤的对面这一家啊，这样就看到了啊。好，那桌上一样有辣椒跟酸菜都有。好，那现在就试试看平常我蛮喜欢吃的皮蛋豆腐。就是酱油膏跟葱花，然后放在冰箱里，冰冰凉凉的。哦，但是就是少了蒜碎或者是柴鱼片，就是比较普通的啦。这个皮蛋的部分我超喜欢的，然后那个中间就是有点稠稠，这样很好吃，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然后这个夏天吃起来也很过瘾。好，那调味上比较普通一点，所以我觉得分数是86，但是还蛮冰凉的。好，这是皮蛋豆腐的部分。好，谢谢。好，那这一碗番茄牛肉面就好了。好，那刚桌友有问老板，因为他刚蛮忙的，没有听到我在讲话，说这家面店差不多开了3个月。好，那现在就吃吃看。那这一碗是120，看起来 CP 值蛮高的啊。好，就是那种番茄牛面汤头，虽然我这样讲是废话，哈哈，好，但是很好喝。好，充满了这个番茄跟牛骨汤的汤头吧。好，总之我觉得喝起来酸酸酸酸中带着牛骨的甘甜味，还蛮好喝的啊。这是走那种传统风的味道，然后牛肉也还蛮厚的啊，不错。它就在行南鹅肉店的对面。然后这个是现削的刀削面，我现在吃吃看。
面条蛮有劲的，柔软中啊，带着一点 Q 度，嗯，很好吃。嗯，啊，个人觉得这个牛肉面还蛮好吃的，就是蛮传统的味道。嗯嗯嗯，蛮真材实料的。啊，番茄放的还蛮多的，所以它这个汤的甜度跟香度都有。好像120，我觉得算蛮便宜的。然后牛肉就还有点 Q 度这样，有点嚼劲。嗯，面条有 Q 度啊，说错了。啊，好吃。然后它牛肉还有带点油脂香，所以就蛮不错的。嗯，好吃。嗯，那个人觉得它的分数有95分呢，蛮好吃的。不过当然，从最近知道说我的口味跟各位的口味还是有点差异啊。就像我上次吃那个解忧牛面，有人讲说他过去吃的时候觉得他的汤头跟面都很普通啊，没关系，如果你的看法跟我看法不相同的时候，我也是能接受的 ，OK， 没关系。那我都希望大家尽量反映在我的留言栏啊，我不会强迫你们一定要接受我的分数或观点啊。但是从我的影片你可以看到这个面的状况啊，你可以自己很清楚的判断一下，说觉得要不要来吃，要就来吃，不要就可以不要来吃。假设你看这个环境啊，然后它制作过程，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话，就可以不要来吃，或者是说像上次有人去我吃拍了好几次某一间这个猪脚饭店，然后讲说态度不好，就可以不要吃。又或者是像上次我曾经拍一个叉叉炒饭，他的这个态度啊，那跟炒饭真的是不怎么样，在民生社区的。那因为我拍的影片有的时候会比较清楚的表现出他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那么 OK，就你从影片你看跟我吃都是不太 OK， 但是那一家店很有名啊。而如果讲到比较清楚的觉得这家店东西不好吃的话，有时候有可能会被店家告，所以我的回复会是回说请小心求证，但是我不是否定你啊，啊，只是说你已经可以很清楚的从影片看出端倪来了，就其实可以不用讲出来。好，那但是我也没有攻击各位的意思啦，像某一个 M 粉觉得说这样子我就是在针对他，然后他就退订阅啊，没关系，退订阅没有任何理由，反正我只是很平和跟各位讲，影片当然都有各式各样的观点，我是都能接受啦，那只是说这个发言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可能店家也在看，哈哈，好，就稍微小心一点，那隐喻的讲就可以了。然后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啦，因为现在我的影片的观看量是越来越高，所以也会被店家注意到我的影片在哪里。那稍不留神的话，如果被告的话就不好了，是不是啊？啊，但是我分数还是会照样评啊。好，那回到这一碗面，总之面蛮有 Q 度的，然后牛肉很香，然后它番茄也蛮香的啊，觉得蛮 OK 的啦。那实际上的话，就要等各位来试试看。我觉得酸菜跟辣椒都不用加了，就很好吃。但你要加的话也是可以的。嗯，真的蛮好吃的。嗯嗯，然后个人蛮推荐的，像今天我吃完之后就要去上班了，所以在正常的日子里我就只能拍两片了，早上拍一次，晚上拍一次，然后除非我放假的话才有办法拍比较多，或者是上班前一天，像我今天是上班前一天，还可以再多拍一点。好，那今天之后又会恢复成正常的样子。好，觉得蛮不错的。好，好吃。
好，那这是这一家番茄牛肉刀削面的样子。好，那最后这是这一间面店的名片，叫做晋山西刀削面，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2点，然后5点到晚上8点半。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区福和路76巷7号，在行南鹅肉面的对面。个人觉得他们的番茄牛肉刀削面还蛮不错的，可以来尝尝看。汤头跟这个牛肉，然后刀削面都还蛮不错的。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拜拜。